换上去两个车头，你说张伟现在升上去，对，不是，下一段。放在这里，也是先测一段轨距，不错。然后侧头，左侧头抵住它的翼轨外侧，右侧都不动，测的是滑道。这两边车头再可以测护背，这个地方可以测刹车和护背。哎，接着上。他们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大概多长时间，有多长的距离测一次，这个我不太清楚。